Hello， 大家好，我是平百姓，今天来为各位来做教学是 RO 仙境传说艾鲁初见如何快速咏唱的方法。如何快速咏唱？那在直播当中，很多玩家在问百姓的咏唱时间为什么可以这么短？为什么可以吟唱的这么短呢？吟唱，咏唱，对。那基本上有几个关键的部分要来跟各位来做教学。那首先我们第一个，我们看到我们从背包这边来看一下我的这个齿轮的部分。我以陨石数来算好了，陨石数基本上陨石数的吟唱咒语时间非常非常的长，非常非常长，所以我搭配了一个陨石预读模组冷却时间 0.6 秒这是共同冷却这是冷却不是吟唱然后再搭配了一个这个辅助处理器启动3杀死敌人时会使你下一个技能可变咏唱和固定咏唱时间分别减少 10%。这是咏唱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是冷却那再搭配一个灵巧加8所以你这三个主要的技能你越让它 CD 越短吟唱时间越短的话会增加你的速度。当然除了这边以外再来就是你的技能配点。技能配点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我建议是用平均的点法那我是以智力为主，灵巧为辅那等一下我可以示范一下全灵巧的吟唱咒语时间有多短那我们现在先用那个正常的方式那再来还有两个元素，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灵巧药剂我吃一瓶给大家看，没关系。这瓶蛮贵的大概我忘记几百块了，几百块台币左右。一个灵巧药剂，再来第二个，一样都是三星的三星的部分这边我们吃一个仙贝粥，它可变咏唱跟固定咏唱都会减。确认。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咏唱的部分 ,88-25, 为什么那么高？因为我刚刚已经触发了那个这个什么，触发了辅助处理器。那如果我今天要把它 clear 掉也可以，我先把它清除掉这是我正常的咏唱时间，正常的86-15。那我现在丢个陨石数给各位看一下。1.9秒。那你看现在我的吟唱咒语的时间变88-25了。已经非常非常短已经非常非常短，我是说吟唱的时间 ,OK。88-25, 然后那我们再加上刚才那两瓶药剂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减10减5。再来这个灵巧加15，我们等一下再看，那只差一点点了。有没有90-30？你没看错，90-30，你没看错。来，再来看这个灵巧，再加15，90-30。好，我们现在变多少？91-30，有没有？只差一而已。所以这灵巧影响的程度比较没那么大，因为它有卡住。有个上限在，那听观众讲是 95% 我不确定所以91-30，你看一下我现在刚才1.9 秒左右，是不是我们现在再示范一下这个陨石数的 CD， 可以看到只剩 1.4 秒没看错， 1.4 秒的吟唱咒语时间，基本上你就是一直狂丢猛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来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共同冷却时间4秒了所以我们再去减这个共同冷却，所以我吟唱咒语时间已经超过它很多了所以你只要一直打到怪，我吟唱咒语都是看起来是 1.36 嘛，刚看起来是 1.36， 我 double check 一下，1.36 就是接近 1.4， 它是看起来会显示出 1.4，所以我现在吟唱咒语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快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快速吟唱这种长时间的技能的方法
包括这个这个也可以也可以丢，但是这个就有差了 1.6。了解吗？哦，所以如果你要加快你的吟唱咒语时间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技巧。假设我现在是用自动的方式，我们找这个，你可以看到我打很快，但是我这边一样照样丢，来给各位看一下。哎，没丢到球大，没丢到，这边怪物不够多啦，有看到？我陨石术就可以 做一个一直丢的状态了。那如果我们去挑那种怪物比较多的地方，你打起来就会非常非常的轻松。我们到这个，找个地方飞给大家看好了。刚直播我也是来这边飞的，在孟罗克给各位做一个示范哦。那这边的话，可能大家比较可以看到轻怪的速度。我记得是孟罗克，应该没错啊。哇哦，几代消杀鱼，不不不不不，帅不帅啊，各位？呵呵，乘风破浪的感觉。这种长 CD、哦、然后咏唱时间长的技能就要搭配这样的玩法才会 做一个稳定的输出。当然如果你有更好的这个齿轮的话 是最好啦，因为我刚刚提的是陨石的部分嘛。那其实像我这边有那个怒雷枪击、哦、这种是一秒的，这种是高级的怒雷枪击，这种一秒的，这种超快的超舒服的，不过到七级啦，这个可能比较不好搞到。我记得还有个冰冻术的，忘记在哪边了。先等他上去哦，我看一下我的齿轮。这是一秒，崩裂术也有哦，0.7秒。暴风雪一秒，有没有看到？像这种搭配起来就很好用。像我冰雷就是两个搭配减一秒的部分的话，就差很多了。冷却时间少一秒是差很多，0.6跟一秒是差0.4的。哦，所以如果你要减 CD， 就是把所有东西用到最极致，用到最极致就对了。等一下我还可以再示范别的方式哦。来这边我们先看一下，看他们两个在打架，看他们两个在打架，看，不要吵了，不要为我吵架了。来看一下哦，等一下，是不是王爷过来了？快跑！看全服第一个单挑厄塞里斯的法师，看，笑死了。我们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哦，这边，给各位看一下轻快速度，它那个轻快速度就你会觉得非常有感。有1.4秒，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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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简直就是一支淫荡啊，不，淫唱啊，各位有看到吗？超级舒服的。哦，所以这个玩法减 CD 基本上对法师来讲非常非常好用。你可以看到这个轻快速度，简直是一个疗愈啊，疗愈啊，有看到吗？赢得越快，疗愈速度越高。为什么还有经验值啊？我操！你们看到我经验值弹出来吗？我他妈是错觉的，连疲劳度都没了、欸。你看我这边还弹很多经验值，好奇怪哦。OK， 理解吗？好，以上就是这一次这个如果快速吟唱的方式的干来分享，谢谢各位。